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shle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ero。我们是 ZA Couple。OK， 在保养上，其实我是一个 pro 来的。今天我们来一个 Q&A session， 看看谁的保养护肤做到比较好。我也是有一点知识的 ，OK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来上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来。谁的护肤知识比较差 ？Three, two, one。你们会通常一起敷 mask 吗？会，他拉我一起。一有化妆我就会叫他敷 mask， 今天没有化妆就不用。敷面膜前到底要不要擦任何东西？我是没有啦，所以我是觉得不用这样麻烦，不用不用，对吗？OK， 其实是蛮建议的，因为在你敷面膜之前擦上精华的话，可以帮助到你皮肤吸收那个面膜的精华，然后让那个精华更容易的渗入皮肤底层哦，这样子就可以发挥到那个面膜的全面效果。到底面膜可以每天敷吗？可以，因为皮肤很干。你有每天敷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懒惰。OK， 其实是不建议的，因为之前呢，我自己本身有试过每天敷面膜，然后我这边全部生油粒了。这个是很多人哦，在保养步骤会犯的 mistake 来的。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组合吗？ OK， 在前面的 HG 就讲到他会一点点的小知识，现在就来 test test 看他到底懂多少。我是有听说过，我在 online 有看到，有一款那种比较容易方便的那种 mask， 叫什么 hydrogel mask 还有 cream mask，是吗？对对对，这里我给你差不多六分over 十分了。OK， 既然你略懂这个敷面膜的技巧，现在我们就来一个 boyfriend teaches me masking routine。哦，面膜男神要来帮我敷面膜了。那现在我来给你们看看我们最近很爱用的面膜，就是这一款，噔噔 Air Mask。然后它有很多种选择，我们是在 Etude House 买的。然后这个是适合我的干皮肤，这个适合我的油性肌肤。其实他们的面膜有很多适合不同性质皮肤的，比如说敏感性、干性、油性这些。OK， 这边呢有 Aloe Vera， 这个是我最近经常用的，因为可以 Hydrating 跟 Soothing 有两个功能，真的是一石二鸟。这个面膜真的是我用过目前可以达到两个功效的面膜。那我觉得带去海边会很好哦，就这个，因为去海边会晒伤，然后应该是敷了冷冷这样。对，我最近就是去了兰高地敷了，这个真的是感觉到那个效果，你懂吗？因为本来很黑，然后慢慢有明白。然后我们很喜欢的一点是因为它很薄很薄，0.2mm 的薄。我们之前在家用的时候，第一次用的时候，我直接傻眼，我就跟他讲。怎么这样薄了，很薄很薄，真是很好用。所以它是不会很快就整片干干这样子，它是敷20分钟这样，它还是很多精华的那种。OK， 大家准备看我们素颜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 ，3, 2, 1，噔噔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要来敷面膜。我今天敷的是 collagen， 因为我的皮肤很干很干，然后呢胶原蛋白就可以滋润我的皮肤，所以他们讲敷了这个之后比较 moist 的话，上妆可能会比较容易啦，所以我要 try 这一个 collagen 的。我今天呢就要 try 这个 T3。 你看刚才我卸完妆我才发现到，哇，我这边你看一粒两粒三粒， Oh my god， 应该是最近经常戴口罩弄到我有这个叫做 mask acne， 这个我相信最近都有很多人面临这个烦恼，所以我就要用这个 T3 呢，有效的帮助抗菌还有消炎的效果啦，所以就没有这么容易在这一区生痘痘啦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敷面膜的话有什么 tips 可以有更加好的效果，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直接敷上去吗？哦，你刚才有教要。对，就是要查这个 ampoule， 你看呢？来，我现在开一箱给你看。我这个蓝色的是适合油性肌肤的，你的黄色是适合干性，对，就是适合我。OK， 其实，在敷面膜之前呢，你们其实可以 drop 一点 essence， drop
然后均匀的敷在脸上，之后才来上 muscle， 会更好的吸收那个面膜的精华。好，这样我们现在就直接敷是吗？对，来。所以说我刚刚擦在脸上，可能你们看不到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给你们看，我会擦在手上给你们看看它的那个浓稠度。OK， 我这瓶 Ampoule 呢就是 Propolis， 华语呢就是蜂胶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它是很适合干性的皮肤，因为呢它能激，它的激活分子呢有高达200000，然后呢给你们看看呢、啊，它是很浓稠的。擦上之后呢，听说两三天就可以看到效果了，然后肌肤会很细腻，很有弹性，很有光泽。哇哦，嗯，它很有那个蜂蜜的味道。好了，我用的是玻尿酸的 Ampoule， 现在我来 test test 看它的 texture 是怎么。哇哇哇哇，很水耶！很水耶！为什么这么水呢？因为它只有1000。ppm 的激活分子还没有你那个浓，可是这个是比较适合油性肌肤的，所以它不需要这么多来激活啦。这个就真的是很好吸收的，相比起来我的浓。对对对，如果你们是油性的话呢，就比较推荐用这个玻尿酸的，然后呢干性就推荐用这个蜂胶的。像我们现在就直接敷上去。对，敷上去要闭上了。其实这些多余的地方呢，因为它在颈啊或者是膝盖啊、腰部啊这些比较干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稍微这样子按摩，甚至你在敷这个的时候，可以让它这样子推开，可以感觉到紧致的效果。说这里有写，敷完啊、只能敷20分钟。对对对。记得一定要跟着这个时间，不要等到完全干了才来 peel off 才来拆一下这个 mask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等到它干的时候你才来拆，其实是它已经把你皮肤里面的水分吸走了。像现在我们有其余的时间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什么？来、我们拍一个 TikTok。 哇，可以啊，来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 TikTok 的话。 SSWWWSUS Get the punk, that's a must. I don't trust. Oh cool, okay, oh cool. In Tokyo, I'm with my goals. My shooters up, no Liverpool. Okay, 现在过了20分钟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已经可以拆掉我们的面膜啦。喂，啊？怎么你从上面撕下去，要这样子像我一样从下面撕上去？所以我每次。就这样啊，这样啊，这样啊，都有。从上面撕下去哦，皮肤很容易下垂，所以呢，要从下面撕上去。而且哦，你这样子撕，那个精华也比较容易让那个毛孔吸收，你知道吗？是哦。那我们最后一 step 呢，就是敷 moisturizer 啦。我用的是 Wonderful Cream， 是 Etude House 最新的新品啦。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 test 用，它是还没有推出的。我的是 Moist Full Collagen。然后呢，是这样的。OK， 这个 Wonderful 的 Moisturizer， 哇、wow、哦 ，OK， 油性肌肤呢都是比较适合这种轻薄的护肤品啦、啊，这样子皮肤呢就没有这么多负担哦，然后也是很好吸收。哒哒，我的呢是比较，应该也是比较浓稠一点的，直接 try 在手给你们看。嗯，对对对，你的是比较。跟刚才的那些 Ampoule 啦，全部都一样。嗯，我的都是比较浓稠，因为干性皮肤嘛，需要补很多很多的东西。你们对比一下 before 和 after。那如果你们想要 try 这个 Air Mask 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到 Etude House 去购买啦。现在还没有在做优惠，就是如果你们买一 set 的话呢，会有 50% 的 discount。那如果你们买两 set 或以上的话呢，你们可以享有 60% 的 discount。那这一盒呢，你们猜有多少片面膜在里面？应该是10片。十片不止啊，只里面有30。而且呢，这里我要强调一下，如果说你们是混合性肌肤的话，更建议你们买两盒一片，因为呢，它一盒里面是根据自己性质皮肤的。我这边呢是油性肌肤，然后它这边是干性肌肤。如果是混合性的话，买两盒又可以享有这个 discount， 又可以更针对你的皮肤啦。另外呢，你们还可以享有 40% 的 discount on 一些 moisturizer， 就像这些，噔噔，这个呢是 Sunjong Hydro Barrier Cream， 是否敏感肌肤的，然后这个是 Moist Full Collagen，
for 干性肌肤，然后这个 Wonder Pore Cream for 油性肌肤，然后这个呢就是 One Day One Drop 的 Ampoule 也是有在做 40% 的 discount。OK， 我手上的这个 Ampoule 呢也是针对不同性质皮肤的啦。我这个左手边的蓝色罐的呢是针对油性肌肤，中间这个黄色的是干性肌肤，然后这个是敏感性肌肤。然后 Ampoule 怎么使用呢？就是在敷面膜之前先敷上去，然后才来敷面膜，然后它可以帮助到你的精华更容易的渗入皮肤底层哦。然后这个 promotion 只是到10月15号之前，少多多货回家啦。OK， 在 end 这个 masking session 之前呢，我要给 Ashley 总结一下。我总结就是，我觉得不管你们多忙都好，你们都要抽出20分钟的时间给自己敷 mask， 然后用这20分钟的时间放松一下自己啊，给自己一点休息的空间。谢谢 Etude 号姐，谢谢我的专业男友 Zero。好的，拜拜，拜。跟你们分享我们日常的护肤 ，sorry， 再来呀、啊。然后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讲了就直接到我了。这个 offer 只是到手吧。你不是敷上面膜会比较好吸收。比较啊，我看到它的精华在里面呢，很多嘞。现在是要先擦精华吗？